你看学校怎么开展工作啊，我其实人格培养，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与高尚啊。好，今天上午最后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啊？怎么教好大学？我觉得呢，首先啊，这个大学是四书第一步，四书第一步，只有1680个字，1680个字，多少章呢？30章。实际30段，我们都编了章。我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我编的呢，这第100、200多，已经一本都没有了，是吧？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一本，是吧？那么第300呢，下个月就出来了，第300。那么在前面200基础上，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非常漂亮的，是吧？应该来讲呢，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现在我们有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农村孩子怎么读呢？是吧？所以有些400多块钱一套，200多块钱一套，啊，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一本几块钱，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是吧？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啊，教材问题。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啊。这个教材呢，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啊，带拼音的教材，字要很大一个的，一别于记，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学生现在多少是视力啊，他容易记字很大个啊，第二呢他不视力，你看他不会坏视力，第三我们主张纸张，你看我们别的书的纸张是不发光的，现在很多出的教材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是吧？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发光的，学生很好的。第四呢，没有插图的，不要有插图啊。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直接看画去了，他不看字了，所以效果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刘院长，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因。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很花哨的东西，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嘛，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好，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都发了人家的，因为我们的没有了，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是吧？供大家参考。这个书还不错，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啊，这个小错误是难免啊，只是要少错，尽量不错，因为那个拼音啊，你改了，它印刷厂电脑一下又变了，是吧？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它又变了。大学一共30章，1680个字。那么第一，我们去教大学，首先要跟学生说，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哪个写的，要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作者啊，
有很多种说法啊，我在这里介绍啊，有三种啊。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孔氏，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孔子做的。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叫盖孔子之也，曾子述之啊，孔子讲的话，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曾子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姓曾，名什么？名生，人生的生。这个地方不能读参，不能叫曾参，是吧？为什么不能叫曾参啊？这里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是孔子取的啊，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曾子的爸爸叫做曾点，一点两点的点。曾点也是孔子的弟子。曾点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身体不好，始终呢怀不起孕，这个到了40多岁才怀上曾子。就曾点在跟着孔子学习，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曾点啊，恭喜恭喜啊，你做爸爸了，马上回去，家里要。我就首先3年就是读经典，打好基础，4年就是学数学，一下就懂了。哪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是吧？他就是6年级那个应用题，算术应用题比较难，其余的是很简单，四则运算，是吧？3年时间完全学好，他有这么多智慧了，这种智力都开发的这么好了，他学数学多快，是吧？所以我为什么提出来一个7到8节课是这个意思，有针对性的啊，你不要国家课程都不学了，那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现在全国2种模式，一种是我这种模式，国家规定的课程全部开，做适当调整。适当调整是什么？有一些课是适当减少，比如体育课每次开3节，我只开2节，我实际还是开了3节，因为我这一节是武术课了，武术课怎么不是体育呢？这是最好的体育了，是吧？2节音乐课我开1节，教那些唱那些儿童歌曲的，还有一节教古琴欣赏音乐，还是音乐啊，我没有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是吧？但是我培养出来的水平，我比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啊，质量要好到几倍啊，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好好的。所以我这种模式呢，家长欢迎，你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怎么行啊？没有文凭一切事情不能做，不是我们中国讲文凭，全世界讲文凭，没文凭，他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是吧？你不能脱离社会，你到星球上去，你去开发一个星球，不要文凭的星球，那你就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哦，只读经典，不学俗理化，不学科学，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是吧？读经典不学科学，我讲了人文和科学必须是2条腿同时走路，同时一样大一样长，差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就提出我在这文理皆优，你看我的培养目标，文理皆优，德才兼备，文理都要兼，都是优秀，文理皆优，是吧？所以我们这种模式，国家教育的课程加，我现在加4大特点，
这是我的学校，就是四大特点，五大经典教育，五大经典教育，八大能力培养，十大行为习惯训练，十大高尚人格塑造。我就是用这四个东西改变中国的教育，文化功底差，品德道德差，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还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啊？能力问题。现在有学历没能力，是吧？就三个问题，文化功底差，学习能力差，道德品质差，我解决三差嘛。三差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我就是五大经典保证文化功底，八大能力保证能力差的问题，十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十大高尚人格塑造，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这中国的教育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你看我的办学目标三句话：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我的口气很大的啊，创新中国基础教育，第三句话，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好不好？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哎，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赠送给所有大家啊，都可以赠送给我们每位老师，你带回去。你看我的教学理念，我的办学思想，我的办学宗旨，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这是我研究40年之教育的心血，是吧？把中国的教育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教育工作者，包括每个家长，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为本，教育是我们新国家兴亡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才为本吗？人才教育吗？怎么有人才靠教育？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我们中央说的，国家写进文件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中国大陆三国家只抓三个重点，三大重点，哪三大重点你们知道吗？第一，科技；第二，能源；第三，教育。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几百几千项工作，中央重点抓三项工作，国务院重点抓三项，是吧？你没解决科技问题，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的，是吧？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的，没人才。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好，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等一下啊，等一下。朋友啊，动作特别规范。下面是我们那个益阳的小学，根据我们刘院长创作那个中华经典编的一个课间操。
们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然后自行编成课间操。啊，这个其实很几年前的一个课间操了。啊，那第四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结合一些经典的诵读内容，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啊，给大家看几个。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啊，是大家熟悉之后啊，来温习的时候啊，运用一下。这个是闯关游戏。这当时拍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可能不太清楚啊，换一个。这个是，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或者是，对，这个老鹰就会抓那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一些诵读方法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诵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啊，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我们教授经典诵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教育正，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啊，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固执、霸道的倾向。尤其呢，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我们诵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立马能够得到提升，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应该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花费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的接受国学熏陶，全方位的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诵读时间。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2到3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让学生与圣贤对话，利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圣贤画像等这样的做一些布置，
可以起到宣传、对话、熏陶的作用。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的，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这是一角，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了孔庙学习，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了一些经典的元素。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然后再穿上，就是这个是老师画的，这个是丞相服，这个是淑女服，这个是这个秀才服，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是的，是格格服。这个是我们诵读一讲啊，就是班上学习三字经，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这里是我们大班孩子环境创设的一讲，它是用一些简化窗花，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作画创作，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面。就环境当中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因为在幼儿园的话环境创设这一块还是挺重要的，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啊，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小学的话一般就是创设读书角把它布置的丰富一点。那第四一个呢，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啊。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规定。那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就学得再好，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的再怎样啊，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如果又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入厕、洗手、吃饭，还有上课，但是一回家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他，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氛围啊，这样呢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第五个就是展示诵读成果，我们通过就是说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教授，让孩子学习，那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更多的呢，孩子的天性呢是喜欢展示的，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这样呢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让家长也能了解到孩子到底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首先呢是一些静态的，比方说书法，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还有朗读、表演、比赛等等。那么活动展示有非常多，有社会活动，有演出，有夏令营，还有书香家庭寿园小擂台的评比。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就是让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胆量，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更多的锻炼自己。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出去，可以在小区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位这样的老人，或者是你觉得愿意去为他带去笑容的人，在他面前诵读经典，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呢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就是跟路人，然后拿就是说我是小记者就是小记者活动，我们的一个就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然后呢你给他表演以后，然后让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大人为你写一句话，打个评语，
啊，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啊，这个活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也是一种锻炼。啊，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特别优秀的，评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啊，这是一个社会活动。那平时呢也会利用比方说劳动节，或者是这个母亲节，做一些孝主题，还有情，就是景那一章，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要懂得行为礼仪规范吗？就用这些经典内容结合节日一起举办一些主题活动。啊，那么每年的像六一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啊，是我们的重头戏。这个每个班都会老师都会就是集中精力，包括这个体育我们叫武术老师还有舞蹈老师啊，会编排一台非常精美的一个节目啊，供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当地的那个领导啊还有家长啊一起啊来分享孩子们那些成长进步，也是为他们这个学前教育做一个总结留念。好，那下面我们就集中一个时间呢给大家讲授这个两首歌曲，西服的呼啦啦还有李韵大同。好，那大家也做辛苦了，大家来活动一下。呼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分解讲一下这个动作。呼啦啦。
些分享，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下课之前呢，给大家说两个事情，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利用十分钟的时间，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到七楼去照相。啊，我们下一节课是4点钟开始上课。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湘江风光带，夜游湘江风光带，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七点二十，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屏吗？就是同洲楼前面那个屏那里集合。我们7:30准时发车。好不好？7:30准时发车。那如果学心理学，就必须学一门课，就叫神经生理学，专门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是吧？你看，讲了吗？在学生反复的背诵过程中，文章的风采格调、逻辑脉络、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都会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你看读经典啊，你只有反复读，反复读，读了又反复，反复读，读反复，反复读，读反复，背了，运用了，潜移默化，什么东西都装进去，他懂得很多道理了，行为变了。思想品德教育，我讲的一个观点，圣贤讲的观点，思想品德教育不要去教的，就是要做出来的，是吧？教书是要教知识，教品德就是老师做出样子，家长做出样子，学生就变好了，是吧？一定要教，过去叫做教化，化育，通过话语，现在我们都是教不是话，现在我们老师的行为品德不行啊，家长的品德不行，现在我们很多家长，我讲了一句话，还没有具备做父母的资格就当上了父母，他怎么教？用我们社会学家的思想讲，还没有自家没社会化，自己还没有社会化，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他就当了父母，他怎么教育好子女呢？是吧？所以我研究了40年家庭教育，我有家庭教育48讲，我的叫做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48讲，我在全国讲了很多很多，是吧？今后我们有机会还要培训怎么家庭教育，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啊，大家有机会再来学习，专门学科学家庭教育智慧与艺术，把48讲学会，每个人出去讲，我们中国的家长的水平要提高一半，是吧？是我们的任务。论语里面说的，任重，孔子说任重道远，不是我说的，孔老夫子说的，任重道远。好，这个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了啊，瑞典的这个资料都有啊，布鲁纳的蒙台梭利的都有。好，这个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我们简单讲一下。苏霍姆林斯基，大家读过他的文章吗？当代绝世界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教育著作，你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看，当老师特别当校长的，你这样的书都没读过啊，你校长就肯定走很多弯路。苏霍姆林斯基写了一部书叫做给教师的建议，也叫做翻译，有些翻译叫做和教师的谈话，书店里都有卖的，和教师的谈话。哎呀，我开始80年代看了这本书啊，我在书店里发现一口气读完，
教我们怎么做老师，怎么做学生思想工作，怎么做班主任，怎么辅导学生成绩，教学生成绩迅速提高，是吧？怎么办学校，是我们的事情。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他的观点思想最有价值的啊！你看他提出来，缺乏阅读能力将会阻碍和抑制脑袋极其细微的连接性纤维的可塑性。人大脑为什么想问点？就是神经细胞，大脑皮质，大脑皮质上全部是神经细胞，有多少个亿啊？多少个亿的细胞？你们去查一查，多少亿万个细胞？大脑皮，大脑分成，现在全世界基本上把它分成，形成共识的，大脑分成386个区域，300多个区域，一个地方管个管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的。你看，我们有的人眼睛看不见了，是大脑的整叶神经细胞坏死了。不能发生功能了，不能传递信息了，所以脑细胞这个整叶大的分四大部分，额叶、顶叶叫做射叶、整叶四大部分，整个分了380多个区域。你看，苏霍姆林斯基说啊，如果要大量朗读，就促进他神经细胞的联系，传递就快。第二，你看，人的脑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如果它的一部分不够发达，我讲了分在380多个区域嘛，如果有一个部分没发达，就会阻碍整个脑的工作。在大脑两半球的皮层里，有一些区域是管阅读的，你看他研究的很细了。有一些区域管阅读，管阅读的是属于射叶，射叶管阅读的，大的了四大区域里面的射叶，射像的射，不要提手旁，加一个书啊，一页两页书的那个页叫做射叶。在大脑两半球皮层里有一些管阅读，他们跟脑的一些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密切联系的。如果在广阅读的那些区域里有了死角，那么皮层的所有部分解剖生理的发展就受到阻碍。一个大脑有广阅读的，现在我们广阅读这个区域啊都没开发好，那么怎么来开发广阅读这个大脑这个区域呢？开发这些神经细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经典，一读把这个广阅读区域这个脑细胞激活，把它效率提高，它思维的提高。为什么就讲呢？广阅读的细胞提高了，思维力就提高了。大家记得吗？两句话，心理学有两句话，语言是脑的思维工具，大家要记住这个话，你没学心理学的要记住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那么还有一句话你就懂了吗？读经典就是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促进语言能力提高就是促进思维力的提高，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吗？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嘛，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嘛，语言能力诵读经典提高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提高促进思维能力。第三句话还要记住，思维力的提高就是促进智力的发展，思维力的提高就是促进智力的发展。
讲心理学啊，讲什么叫自律，很多人不懂，很多老师有很难记。我告诉一个五角星，一下就记住了什么叫自律。人的智力就是聪明啊，智力就是聪明程度啊。一个人的聪明怎么来展示啊？怎么来体现？他有这五种能力，他就有智力。那五种能力啊，观察力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观察力看问题都看不得，这个人肯定是个笨蛋，是吧？智力不聪明的。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你看，组成智力，组成智力。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你要提高智力，没通过这进教室来，没经过这个门，怎么进的教室来呀？观察力是智力的门窗、门户、大门。注意力是什么？注意力是什么？记忆力是什么？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记忆力的是智力的窗户，是吧？那么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核心。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鸟的翅膀一样，智力的翅膀，没有想象力，这个智力也飞不起。注意力是什么？你们去查一下，我留一个东西给你们，是吧？我们按孔子的教学，要有启发性，是吧？全部告诉学生啊，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是吧？不是学生脑不动脑筋的，是吧？哎，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你看读经典是不是读经？第一，读经典，前面我们讲了心理学家讲，读经典就是学生注意力马上就安静下来。你看了、现在没读经典的孩子浮躁的，他注意力不会集中的，很难集中的。你看我们读经典来学校，下课铃声一响，音乐一响，他马上注意力就安静，再也不吵了，会马上就安静下来的。读经典就你看注意力、记忆力，那就不要讲了，我们讲了曾国藩了，是吧？好多了。你读经典的记忆力啊，他是原来很差的，他读得很记忆力很好的，是吧？读经典促进了思维力，促进大脑发展嘛，思维力大大提高。读经典使他的想象力提高啊，想象力提高。所以我们讲经典诵读啊，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促进儿童的思维力发展、观察力发展，是吧？观察力有什么？我们等一下，我就五大经典，我要有一个名画，经典名画，经典名画就培养观察力的，是吧？后面我再向大家解释。好，第八个我介绍一下美国著名教育家格林动漫，学过他的著作吗？当今世界著名教育学家。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老师校长啊，不注意读教育家的著作，教育家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权威，是吧？最高水平的。你看他提出这些观点啊，就好像给我们在研究经典教育，是吧？专门为我们研究的。你看，因为从两岁开始就有阅读能力，而且越接近两岁，学习语言能力也就越强。小朋友能不能读啊？幼儿能不能够读啊？不是我说了算啊，你要不光只是刘院长说的，两岁小朋友能够读经典，著名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格林动漫说的，是吧？越接近两岁，学习语言能力越强。
第二个观点，你看，阅读经典书籍，这不是我说的，是吧？阅读经典书能够促进脑神经的发达，完全，而且完全不会有不良的后果。我找到答案了。家长就说：“哎呀，你们这个是不是摧残儿童啊？我们一些教育局分管幼儿教育的，你们是摧残儿童啊！两岁就读《道德经》了，你不是害我们的青少年吗？是害吗？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说，这么多教育学家，全世界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都说，读经典没有半点后果，并且只有好处。”是吧？第三个观点，你看，这个观点啊，太好了。哎呀，我把格林读了，我们全世界教育家的所有教育结论一出来，我们就是学习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教育理论的学习啊，你不能只读经典教那个经典。所以我们教经典的人，首先要有很高的理论教育理论水平，要有很好的心理学理论知识。是吧？没有学心理学的，教不好经典；没有学好教育学，教不好经典。这就是我的结论。你看，有些教了半年，教着孩子不读了，把孩子教死了，就不懂教育学，不懂心理学，不懂儿童生理学，儿童年龄特征，是吧？你看，他怎么说？凡是优秀的天才。大多在幼年年幼时便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因此从小便应该尽量训练其阅读能力，和从小尽量训练阅读能力，将来在课好。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